来呀、啊、，booking 单跟他签下去，现场马上幸运抽奖。据说哈、哦，这个箱子里面奖金高达180,000，头奖哦，现场 book 车，不管是 Mazda， 不管是 Kia， 还是 Peugeot， 你拿到的奖金直接 cash rebate。据说哈、哦，其中有一个信封可以 cash rebate 高达8,000块，所以来王武达吗 ？B Auto 的 Russo 买车 book 车，马上。cash rebate 最高奖金8,000块哦，大奖8,000哦。我现在人的位置是在王武达摩的 New Wing， 这是 B Auto 的 Road Show， 现场摆什么 ？Peugeot、Mazda 跟 Kia 三个 brand 的展场都在这边呐、啊。那刚才开场我不是在开玩笑哦，真的。那个箱子里面总值180,000，头奖哦，头奖直接 cash rebate 8,000块。所以呢，所以如果你现场 book 车，你 booking 单签下去，马上幸运抽奖拿到8,000块，你直接新车 cash rebate 8,000块哦。不管是 Peugeot、Kia 还是 Mazda， 全部直接 cash rebate。那这场活动的时间不长哈、哦，是到这个月6月5号就截止了，所以有兴趣的朋友马上过来下单哦。而且不是这样，如果你在8月之前下单订购 Peugeot 的新车的话，你还可以参与幸运抽奖，原厂直接送2位前往巴黎看 Peugeot 的赛车哦。那我们 Peugeot 的车子应该都介绍的七七八八了吧？我身边这辆2008 SE 是我没有介绍过的哦，它加了什么东西？很明显来看，上面的这个 decoration 贴纸，以及旁边的 SE 叶子版的 SE badge， 以及运动化的黑色轮圈。那这组升级从原本它的价钱啊，大概是138,000，就138,000，其实它加了两个东西了，它加了 power tailgate， 加了这个tinted。那目前再加上这些东西，价钱是上到141,000，让它的造型更加酷炫，更加运动化一点。我个人喜欢什么，我觉得黑色的这些搭配啊，货架啊，叶子版的 badge 啊，轮圈啊，还有贴纸，哎，真的有让它的帅气指数变高哎。所以就目前有几款车子啊，2008 3008 5008跟 Landtrek，这四款车子只要在8月之前下单，就有机会抽奖去巴黎看赛车哦。有机票、酒店、餐饮全部包到完给你就对了。那现场还有什么车子啊？我们看到有 Mazda， 哎 ，Mazda 反而只带了3辆车进来，就是 Mazda 3、MX30 跟 CX3。可能其他的车型都卖太好了，听说 CX30 要等超久哦。至于 Kia 呢，有 Sorento， 有 EV6， 还有 Carnival。所以有兴趣的朋友，欢迎在6月5号之前，王武达摩的 New Wing 有三个牌子的车款做展示，订车马上 cash rebate， Peugeot 可以去巴黎看赛车，不要错过哦。好，我们今天的影片这边告一个段落，有什么想法欢迎留言给我们知道，不要 subscribe channel， 我们下期再见，拜。